我是山寨的 LTY，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创业好新的视频啊！这个为什么说是山寨的 LTY 呢？因为把 LTY 平台和 LTY 很好的寄生手啊，另外一方面，它这个意识啊都是非常出色的话不说，我们这个回到 CF 的主题，我没看到啊，这张图你们在国服是没有见过的啊，我现在人是在欧服啊，欧服是一个这个两。遗憾了，好，继续往前走啊！好，再投两次啊！还有一个爆头了，这个微信，看起来就老师讲一下这个既然为什么，既然说是 AOTY 那这个战绩肯定不能烂啊！我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5-3的比分，这个争取快速把它拿下。又是这个人又一个爆头看我这个队友果断是替我报仇了，竟然又送死了两个。好，继续看到现在是一个2v1的残局啊，我们匪这边是落后一个人看一下这个人带着包在这个二楼这平台附近不知道是在干嘛似乎打算卡一下点。好，那我们让他来卡点掉下去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欧服的这个。CF 个人感觉这个就是外挂特别多外挂特别多国服是没有见过这个爆头外挂你们也是肯定见过的，但是现在也是比较少这个爆头外挂了。我不是说爆头外挂是有多牛逼但是至少我是打不过的，一开场就已经爆头，谁受得了是吧？好，继续看到再出来出来，你看我这。所以我现在音效也是模仿他的我继续看刚才看到中路有两个人，当然我哎呀，没有死在这想死我，大家都来给我送死真是太棒了。我继续看一下包应该是全中路了，我去 A 搜一下点，看有没有人这个防弹衣是一滴血没有扣特别蛋疼我这边卡一下点好，看样子是应该是没有人了，也没有听到脚步声继续往前慢慢的摸过去。然后继续讲这个穿越火线欧服欧服呢是出了很多国服没有出的东西，当然呢，这也连这个AOTY 的老婆都没有。我的队友居然从 A 摸点过来，一个人都没有我不相信这个肯定是不能信的，这个队友的坑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继续来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人也没有人这个下面天哪，这个对面的人到底哪儿去了非常蛋疼我这个也是实时的直播真是浪费时间。好听到枪声应该是从这边过来了继续往这边搜一下点看一下ACE 从我这旁边走过了，没有发现有人我们进步看一下听到一个脚步声应该是在 B 点了好漂亮，带走带走之后我们来到这个B 点这个密连这附近看一下没有发现有人听到枪声队友非常给力现在是来到了7-1死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讲一下这个欧服呢是黄金尼泊尔国服还是没有见过的这次我还没有见过，2年前就来到欧洲了来到欧洲现在是在这个爱尔兰哎呦突然有人哎呦他是穿我了这你能信这肯定要从中路过来给你一个雷子居然没有过来这你能信我队友太给力了，不是什么好事听到你们脚步声我先看应该是被队友干掉了他们应该是要摸进去了我们看一下里面没有人看一下二楼居然也没有人我从这边蹲着进去虽然有点危险就让我的队友先走吧我的队友在这不知道在干什么快进去吧你看队友都进去了对这样子我们大家都进来好下包下包队友来掩护一下我看这队友高矮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就来看一下 A 点的队友死了，那么应该 A 点有人要过来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躲在这里躲在这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我第一次发现这里原来还是可以看到这个 B 点的这张图也是刚出来出来1个多礼拜现在看一下呢感觉还不错居然被干掉了，队友居然被干掉了，搜点的人在干什么这你能信死了快躲一下还好没有死，太棒了看一下那人肯定是被清了居然是一个1点的小家伙你死得惨呐！这个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又是我带包欧服有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就是你安包成功之后包就一直给你直到你安包失败安包失败包括你特别喜欢扫射的人看到死我相信
一定是在这里，可以要选的，没有没有没有，好，哎呀，不管你了，队友是很坑爹的，我们不能相信他，他肯定是待会儿全灭了。好，我们看一下 A 路，果然枪法很刚啊，跟最后实际上俺是 AOTY 呢啊，啊，继续往前走啊，刚才看到啊，中路有个人过来啊。我看有没有再有人过来啊，哎，你过来过来，哎，我从这管道这旁边过来偷你，辛苦了啊，听到一大堆脚步声啊，啊，这个时候哎呀又来一个啊，太棒了，一个漂亮的三连杀啊，继续往前走看一看，哎呦，哎，看到这个 A 点应该是，这里居然有一个人躲在这，哎，没动，哈哈，爆头，哎，这刀战确实啊比较蛋疼啊，然后看一下 A 点应该是有人在收点啊，继续猥琐一下啊，由于这个是实时直播啊，我就不剪切了。待会有的人说这个时间太长，你们可以自己拉一下。啊，看到啊，这个搜点啊，果然是没有人的啊，太棒了啊 ！A 点啊 ，A site sector clear， 哎 ，sector clear 啊，对，但哎，英文还是不错的，毕竟在国外是待了一段时间的。好，继续往这边搜点，哎，没有人，这里人性，继续看一下，哎，没有人，是在，难道是在中路？有人死了啊，果然是在中路啊，刚才在 B 的人不给力啊，好。那个带包的快点去 B 啊，快 B 啊，啊不是啊，去 A sit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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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哎你不够啊，不够那我就等你死，好看你怎么死啊，哎听到吗，哎走走，哎哎杀漂亮，哎死，哎多开心，真的就是这样啊，啊又是一波啊超级连杀啊， AC 果断抢到了啊，像抢到 AC 这种时候就应该稳一下啊，大家不能太蛋疼啊，一下子太浪太浪就很容易把 AC 给丢了，可能第二名是杀六死的，在这猥琐一下看我的队友怎么冲，突然发现呢队友全部都冲到小道了，然后就有人，哎这没有人，这里的戏啊，哎哪来的枪声，这里叫对枪对枪，你再给我对枪，哎没穿死，看到没有人，好像是被解决掉了，应该是在里面，在里面应该是啊，应该是在里面啊，不知道在穿什么东西，哎，人都没有，能穿什么呢？哎，穿什么人？哎呦，哎呀，这里能信啊！天哪，我的队友害死我了！哇，这人弹道好给力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弹道，一个竖排正好全部打在我身上。我在最前方路冲啊啊！中路也是比较好冲的一个位置啊，看有没有人过来啊，在这边猥琐一下。有人，哎，突然这边有枪声啊！枪声，我队友不断。咱不能怂啊，咱是这个什么充满朝气的人，哎呦突然这边出现一个人，这你能信，给你一个雷子信不信，好走啊，死在这里你看多好，这样开心，给我跳的话，好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哎呦我的切上来人啊，啊不过这个也是个这个队友也是比较给力，还剩七点血把对方给干掉啊，收走啊，继续看一下另一个队友捡包，哎捡包啊，这是黄金 Scarlet， 也是欧服最近出的一把枪，是在这个复活节，欧洲有个东西叫复活节，非常牛逼了，哎牛逼之后这个啊，看到两个队友也是分得非常开啊，这是非常不赞成的，像打残局这种东西两个队友就应该连在一起啊，你这样分开啊，你看死了你说怎么办，最后一个16点血啊，看看他怎么死吧啊，他好像要去找他，哎太不理智了，赶快下包吧，哎呀你看人家多聪明啊，一个卡点把你卡走了带走啊，哎呀这次战绩打得不怎么样，哎这是没有办法的，对面还是有高手存在的，虽然对面等级都不怎么样，哎呦没头啊，这中间一直出现好多人啊，人性，哎呀 ，bingo， 哎，大乱，哎，二零杀，哎，又来一个，哎呦，我操，这你能信？又是一个爆头，一个爆头把我给带走了，哎呀，太难打啊！一不打这个频就特别高，一打这频就回到正常，哎，就当我没说啊。哎，继续往前走啊，进入这个位置很好 rush 啊，继续看到听到枪声，枪声不可能出去的，不知道在里面大队人等着我，哎，真是想跟我换枪，好，我今天就换给你，我这传说当中的火星就给你一把啊，给你一把，出去大家都死多蛋疼，好，哎呀，突然发现点好像清了啊，清了点之后就简单了，是一个啊，对面是被一堆人杀了呀，杀得干干净净。最后是哎，这里有个人想跑，哎呀，被打死了，离我太远啊！对，这个 A 包点的人应该是听到我的枪声了啊。那我是要猥琐一下啊，猥琐一下。哎，没有人，没有人，快来，快来，我的队友快来，
拿个狙击，好，拿个狙击来掩护我是吧？看你怎么掩护我。好，哎，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人。哎呀，这个鬼条，哎，跳怎么老跳不好啊？好，进步捡包，哎，估计这边是有人要出现的。哎，没有人，这你能信？居然没有人，哎呀，哎呀，好，哎，好，这个时候呢，最后一局啊，咱们千万不能浪啊，一定要这个猥琐一下，猥琐一下，这刚才是没有看到人头啊。进步一下，这边有没有人出现？哎，也木有人，这能行？B 点他们居然放弃防守了吗？好，这次我强撸你啊，强撸灰飞烟灭啊，真是没有办法。好，哎，听到脚步声了，哎，快进来！好，继续往这边走，哎，搜一下点，哎，目前没有去看到人。好，继续往这边走，哎，进步一下，哎，等一下我的队友过来，哎，队友 M16 也想换我这把神器，完全就是在骗自己啊！哎呀，我操，居然被他捕了，绝对不能追，这个时候追的就非常危险。刚才一追的话，腾一会儿，哎，这人死了啊！死了之后呢，太好了，我就开心了啊！我开心啊，因为我开心，我可以杀他了啊！当然，这种时候啊，稳定一下啊，等一下，哎，想走，M16想走，哎，不可能让你走的，包呢，啊，包也捡好了，哎，B 赛，B site，大家快来 B！哎呀，游戏结束了啊，看 VC 啊，这个，好啊，今天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啊，再见。